姐妹们开饭了，今天这顿饭就比较简单了，直接用人参麻辣酱炒了一个麻辣香锅。黄瓜皮，这个豆腐和这个虾，还有这个土豆，都是用那个油煎了之后，再用我们四川人会麻辣酱炒一下就 OK 了，简单方便，还好吃。
吃饭，今天吃糯米笋炒牛肉。这款糯米笋是当季的新笋，然后到家清水多洗两遍，然后就可以炒，炒五花肉，炒腊肉，炒肉丝，炒鱿鱼都可以，炒牛肉，炒素的，非常脆嫩。里面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19.9块三包，一包300克。现在正是吃笋的季节。